哎，尹哥，你说梧桐天天抱着手机看，他在看什么呀？不知道。梧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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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了。嗯，好。哎，梧桐，你快吃面，面坨了就不好吃了。嗯，好，这可是一整碗，整碗辣椒油哎。对啊。怎么？没什么，梧桐。面好吃吗？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咸。他这么能吃辣呀？一个人的注意力如果太过于集中一个事情的话，他的味觉敏感度就会降低。